但啊，这个就是我拿来装生活用品的行李箱，那这个大概有24到25寸左右，然后它是可以再做加宽的。那就从这边开始，就是我带了很多，其实在英国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，只是我怕会比较贵，或者是用不习惯，所以我就会想要自己带。好，这个是晒衣架。大来大放，很可爱。但是我很久以前就买了，也不是说专门为了这个买的。然后，先讲一些比较平常的东西。这个是洗衣袋，然后是在家乐福买的。其实它这个蛮便宜的，然后它是特大版。然后来这边洗衣服比较油，而且有听比较早来的同学说，好像找不太到，还是说比较贵之类的，所以我就先买了。然后洗衣袋到我这边还有买一些大创的，是迪士尼系列的，然后有不同的形状跟 size。那接下来我洗衣袋好像买了蛮多的，好，麻烦大家找到再给大家看。然后这是票卡夹，也是我原本就有买的，吊饰。然后这是牙膏，因为我习惯用这个牙膏，我就想说先带一条台湾的，然后用完的话在这边买。然后还有这一盒是有点忘记哦，这盒是我的耳环饰品的部分。然后小帆布袋，平常买东西可以用，这也不是特地买的啊，这就是这里我原本就有的东西。然后这一盒比较大盒，这是我的盥洗包，然后里面包含我的化妆品和保养品跟一些梳子啊、绑头发之类的用品，这蛮好用的。它上面还有附一个这个魔鬼粘可以加油。然后这个是我另外一个行李箱，专门装一个核心箱遗漏的一件衣服，然后里面我还有带泳衣，因为我很喜欢游泳，然后这边可以来运动。那接下来这一袋我觉得要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一袋是我的药品袋，这是我带的餐具，我有带了筷子跟汤匙。有的人会选在这边买啦，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买了是有点没有必要。接下来我就不每个拿出来了，我就放开一下。然后就是无印良品的蓝骨头套，因为我想要在这边英国买一个蓝骨头，就是很大的帽子，你们去无印良品都可以看到的那一种。但是实在英国卖的那个套枕头套有点贵，贵不少，所以我先在台湾买好，然后来这边买他们的枕头枕芯就可以了。其实枕芯不会贵多少，其实还好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身体乳，其实它跟它长得一样，但是这是真的身体乳，是饰品。然后雨伞，这个的话就是饰品了，也是一样是耳环。然后这个是转接头，这是我在澳门税务局买的，它可以当变压器，也可以当转接头，全世界通用。除了有插头的地方，也有后面有两个 USB， 我觉得非常好用。然后还有比较值得介绍的是，哦，牙刷我有自己带啦，想说先带一个，我带了两个，先用一下。然后还有带了这是放肥皂的肥皂盒，然后我在哪里买的？哦，台东首创馆，它是有一个，就是你可以套在洗手台，然后它有个槽，就是肥皂不是都会有水嘛，就会流下来，我蛮喜欢的，所以我对厕所整洁蛮要求，所以我先买好，英国感觉就不会有这种东西，然后我带了两个肥皂，好，没什么好讲的。哦，有了，洗衣袋来了。我又带了这么多的洗衣袋，因为我一直怕不够用，所以就多带一些。然后这是我的清理桌面的小扫帚，长这样子，是大创买的。然后我挂钩的部分带了不少，因为想说墙壁啊、厕所啊都挂吸挂什么的都没有问题，所以就买了很多。
热点，对，隔热点，因为我住的是 studio 的房间，有自己的厨房，所以有时候下厨的话会需要用到。这个是家里就是台湾百货公司的赠品嘛，想说就带一下，不然来这边还要买，东买西买的也是不少费用。然后还有这个是手套，一组的赠品，都是赠品，不是特地买的。然后这是 IKEA 的小时钟，它可以当闹钟啊，计时计温度什么都可以，我觉得很棒。就是也不算特地买，一直都很想要的。是真正特地买的东西，其实就是一些洗衣袋啊、五本在家会用的东西，不是我不会用，就是一些在家我自己个人不会用到。然后我特别，因为我很喜欢用无印良品的文具，所以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，我买了无印良品的笔，我大概买了二三十支多，然后我还买了笔记本，就是这一袋就是我的文具袋。看一下还有什么？我还有带，哦，这是我的杯子，我带了一个。要带什么比较值得介绍的呢？好，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。你们看到又觉得神经病，怎么会带这个？这呢是锅子，这是我去日本大阪玩的时候买的米妮的平底锅，它就是煎出来真的会有米妮的样子。我买了两年了吗？一年多了，根本都还没有用到。反正来这边有厨房就可以用。然后，哦，我还要带围裙，煮饭的时候可以用。能看到这边，你会觉得那么多东西在英国都可以买，为什么要带来呢？没错，就是现在有点后悔，为什么我要这么做这种苦力活呢？然后抹布啦，洗脸毛巾，就是杯垫，然后就是餐厨房。之类的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接下来再来看一下。然后我还有带了一个我觉得很赞的东西，就是有点难啊，这是我家人去日本玩的时候特地帮我带回来的，全新的，我还没有用过。它是 Panasonic 的很有名的那种很高级的吹风机，我没有用过，超开心的，因为它是可以选110伏特跟220，所以在全世界算是通用。大家知道，我要出国就特地帮我买这个，很感动。好，接下来我还有带了一些碗啊跟盘子，然后呢，这一半边最啧啧称奇的东西叫做 ，Hello， 我下巴，刀具组，噔噔，这个是 Thermos 的，其实它原本是保温瓶嘛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刀具，然后因为我本人是 Thermos 的大粉丝，所以它出了刀具呢，我就想说，哇，那就先买好了，反正我可以带到英国用。结果呢，现在其实觉得好像带一两只刀就好，不需要带那么多刀，你知道干嘛？它是有分主厨刀啊、面包刀，然后水果刀之类的，反正就是五种啦，五种颜色。对，好，这一半边大概就是这边。好，先展开另外半边给你们看，我有点乱。其实另外半边也是有很多，你们看会觉得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，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，为什么不到英国买就好了的东西。但是我就是带了，给他影片的最后再告诉你们最荒谬的事是什么。好，现在开这边，这个隔层就是放在塑胶袋，是没什么用。其实这一个呢，是很多有的没得的啊。好，先。开始说，这两个是抚慰心灵小娃娃，就不多做介绍了。然后呢，我带了一些橘
女性生理用品就不需要拿出来给大家看吧。然后我有买一些这种啊，擦手巾。好，对，这个也是可以带给我买不需要带东西，但我还是带了。然后棉花棒啊，我也带了1000支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带那么多，反正就是带了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刚刚到宿舍之后，我先出去买超市买那个一些清洁用品、清洁剂什么的，然后就看到哇，他们有卖这个哎，而且他们卖的也不贵，我想说嗯，我带那么多是要干嘛呢？但是还是带了5个，应该够我用一年。然后。我有带这个针线盒，衣服破掉的时候就只能自己缝嘛，带一下。其实这是我，也是我在日本大阪买的，是小熊学校捷奇的，非常可爱，也很实用。然后我带了文具的部分，便条纸5种颜色。然后比较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厉害的。好，然后我还带了这个是相印机，因为我很喜欢印照片，可以当房间装饰，可以印一些跟朋友、跟家人的、跟谁的合照啊。觉得这是就是可以怎么样，算想念的时候可以当个东西可以看。然后我还带了保鲜盒跟一样擦手巾，然后就是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我要拿的是这个。它占我行李箱非常大的空间，但是重量算重吗？我觉得也是还好，反正我还是带来了嘛。等我一下哦，有点危险，东西掉下来。因为我这个，然后太喜欢东西掉地上，不太好的，而且我地板还没清。好，这个。碗盘沥水篮，我在网络上买的，就是放厨房料理台的时候，洗碗洗盘子啊什么，就可以立在那边晾干，之后装起来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值得介绍的东西。对，我这里面其实有一大部分。的空间都是装隐形眼镜，我戴日抛，所以我戴了1年分25盒。好，接下来这个25，这是我戴的一个盘子吧，碗的盖子，有盖子的碗。这个呢是大耳狗的那叫什么衣物分装篮。它就是它是像一个长方形的，然后扁扁的，然后打开之后它有可以放内衣内裤一个袜子这样子的。因为我有先观察过我的宿舍的衣柜非常的小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内衣裤要怎么放。刚好在看网络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西很不错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它也是很大，就刚刚那个沥水袋跟刚刚的东西体积最大。还有一些。接下来就比较没什么了，下面就是隐形眼镜，然后我还有带了体重计，希望我这一年可以多多运动，变瘦，然后恐惧的不要变胖啊，这是非常轻便型的体重计 ，Stereo 是正品。好，接下来应该没什么东西，最下面就是隐形眼镜，然后我还要带着这个保温袋，冰敷的时候、热敷的时候都可以用。好，其实最下面还有一个很值得讲，但是它有点难拿起来。各位观众发现，我还带了砧板，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它这是这很便宜，4个。不一样大小跟颜色，然后100多块，网络买的塑胶的，用完就可以丢了。对，好，最下面其实我放的是一个大的洗衣篮，大创买的，那它的大小差不多跟我这个行李箱差不多大。好，那这就是我的生活用品行李箱啦。